现在呢，我的小五宝宝已经23周了，今天要去做一次比较重要的产检，四维大排畸。今天就能看到宝宝的小人了，不知道长得像谁呢？我觉得是你的大脑袋好看，别随我小头小脸的就行。随你长得也不丑呀，只要是健康就行。随我。随你黑蛋呀。妈妈，我们也想去看看，看看肚子别宝宝啥样的。我也想去看看。你们去了也不让进，在家好好写作业，我把照片拿回来给你们看。好吧。我把弟弟带走，别给你捣乱，好好写哈。嗯。爸爸，你先别走，帮我看看这个作文。好嘞，我过来给你看看。现在的小学生课程太复杂了，我也不会，这怎么教给他呀？还是交给我吧。现在你自己搁家里都能完成作业了，我陪你马上产检去了。好嘞，爸爸。希望今天这个小宝宝配合一点。刘大森那个时候吧，拍了2次都是趴着的，最后一次还是手挡着脸拍的。23+29，多少钱？陪着妈妈给宝宝拍照片，刘颖，现在应该能看出来宝宝多大了吧？有1斤了吗？1斤4两了。1斤4两了，表还不小嘞。他动了一下。他动了一下。哟，你看这个小手放嘴里边了嘞。快看，小脚丫，看到小脚丫了吗？看看这个小脚丫子，拍的可清晰了，这个就是脚丫子。这个就是开心。你着急了呀，等一会就好了啊。这个是宝宝的头，你看他的鼻子还蛮高的哈。再来称一称我现在有多重了。这个不用拉宝贝，我现在已经是108斤了，长得还蛮快的。那我这等到生，我不得长到120斤啊？可能还得多嘞。量个血压，平时有的时候爱晕，上次查的挺正常的哈。对。低压64，高压103。103、64。这个天体呗。正常是吧？好，那就行。24多子天津的复查血压常规。哦，再复查一下，看看还贫不贫血是吧？对。我之前查不是有点贫血吗？然后24周之前查一下。那没几天的时间了。2天吧，你今天正到下班了。哦，行。胎儿心率是130多到140多之间，也不知道是穿裤子多一点，还穿裙子多一点。穿尿不湿多一点。这个照片都拍出来了，拿回家给几个女儿看看。孩子们，快点过来看看，老五到底长得像谁？这个就是小孩的脸，你看。爷，我看怎么这么像老大呀？都是光头。对，他生出来的时候也是光头。那他搁肚子里面要长头发出来，不够吓人的呢。哎，你别和我在肚子里面可吓人了。你看这个还捂着眼嘞，你看这个还放了把手放到嘴里边，这不是在挖鼻孔吗？你看小五用这个手还揉着脸嘞，这个还是小脚丫子，可爱吧？可爱妈，你肚子咋那么神奇啊？对，那么小的一个空间能塞下那么大的一个孩子。和我一样，我以为最像娃娃，你看他的鼻梁那么高，娃娃头发也秃呀。这中间就是一小撮。这是一串，太神奇了吧，这个鼠哥觉得拍那么清楚。你妈今天特别幸运，前面几个做次物的都没拍到正脸，到你妈这边把小孩的正脸拍到了。这个王那么配合。你们几个人小时候也是在我肚子里面这样长大的呀？妈妈应该真辛苦。爸爸，我们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好好照顾妈妈。那几个人别气你妈就行了。你看老三多懂事。妈妈，你知道这弟弟还没呗？我不知道，我问人家，我得穿裤子还是穿裙子啊？他说的穿尿不湿。每次去产检前吧，心情都是非常紧张的，产检完之后吧，心情特别的好。好了，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吧，拜拜。